现在我们开始学习八十八式太极拳的第38动右蹬脚到第47动第二个十字手。首先请大家看一下这几个动作的连贯演练。下面做一下这几个动作的分解动作，预备，38动，右蹬脚，一转腰撇脚分手，二收脚抱手，三分手右蹬脚，39左劈胸腹虎，一退步摆掌，二提腿上步，三弓步贯拳，40动右劈胸腹虎，一坐腿扣脚转身，二提脚摆掌，三转身上步，四弓步贯拳，41动回身右蹬脚，一坐腿扣脚，二撇脚分手，三抱手收脚，四分手蹬脚，42动双峰贯耳，一收脚并手，二落脚收拳，三弓步双贯拳，43动左蹬脚，一撇脚转腰分手，二收脚抱手，三分手左蹬脚，44转身右蹬脚，一转身合手，二分手右蹬脚，45动进步单篮锤，一落脚握拳，二扳拳上步，三上步收脚摆手，四上步拦掌，五弓步打锤，46如风刺壁插手迎手前按，47动十字手转身分手，落手合抱，收脚开力，好，我再把这几个动作的要点和攻防含义讲解一下。这几个动作大家可以发现连续有四次的蹬脚动作，而且呢有四个都是拳法的攻击动作。蹬脚
我们前边已经出现过了，提起来用脚底脚跟去蹬踹对方，左蹬脚右蹬脚，腿由屈而伸，力点呢在脚跟脚底，如果是在脚尖是踢，这个叫分脚。我们第一个动作从搬篮锤开始，就是一个右蹬脚，转腰把手分开，把脚提起来，蹬右脚，方向呢向偏右前方30度，然后向后退八步，手呢经过头侧向前摆，拿起左脚转身向左侧迈出去，两个手捋回来，这个动作叫做伏虎式，也叫打虎式。先把脚向后插，蹬完了以后退步是交叉着向后退，提脚转身，转向呢起势的相反的方向，正北背向起势方向，你看最后我的两个拳两个拳眼和头，这个拳叫做贯拳。什么叫贯拳？好像拳击的摆拳一样，绕一个平摆，摆一个弧线，前行的进攻，双摆叫双贯，左右摆拳进攻，力点还是拳面，不要用拳眼去打，拳面上边的拳上打额角，下打肋，上边的手拳心向外，拳眼斜向下，下边的拳拳心向下，拳眼向内，向内请与肋部同高，这就是我们的左打虎式，左劈身伏虎。有的人说也可以这样理解，左手是摁着虎头，右手是举起来，像武松打虎的样子。方向左打虎式，弓步背向起势，下边右打虎式，扣脚提腿转向起势的正南，又是一个上下的贯拳，头转动看正东偏南，这个动作弓步还是正前方，只是转一下头，不要转腰转胯。下面一个动作又是接蹬脚，再坐回来扣脚，交搭两个手，撇脚再分开，再收抱，再做一个蹬脚，然后并手落脚，又是一个贯拳，双拳齐发，打他的额角，我们叫做双峰贯耳，还是力点在拳面，蹬脚以后落收脚，摆手并拢落脚握拳，方向贯打的方向跟蹬脚的方向一样，正东偏南30度，拳与头同高，再做一个正前方的左蹬脚，
正方向正东，合手转身落脚，在原地再向正东，再蹬右脚，搬单腿，这是熟悉的动作。你看，我们连续做了打虎式的贯拳，双峰贯耳的贯拳，又接了一个斑斓锤的冲拳，冲打，出现了右蹬脚，然后右蹬脚、左蹬脚、转身蹬脚，转身的时候别忘了脚掌为轴，随之捻转。蹬完了左脚，在落的时候合胯捻转你的两个脚，不要呢支撑脚不转不捻转，变成了歪扭紧张。垂直落地的时候，脚呢脚掌自然捻转，这样做起来就更协调。大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周身协调，上下相随，分脚蹬脚的时候手和脚相呼应相一致，手把它给拨开，脚向前去进攻，贯耳也是一样，上下相随，腿到拳到，不要呢腿快手慢，或者是手快腿慢，上下分家。除了上下相合，还要腰和手相合，叫做以腰带动你的身体，还别忘了你的头和眼。贯拳眼看前方，不要耸肩低头弯腰，打虎式略看侧前方，这样动作它优美有精神，而且呢看着你的攻击的目标。贯拳抬起头来看着你攻击的方向。武术有句话叫做低头弯腰斜意不高，耸肩低头，蹬脚的时候低头弯腰，这些都是常初学者常犯的一些个错误，请大家练习的时候注意。最后我再把这几个动作背向演示一下，从斑斓锤开始，右蹬脚，踢身伏虎，左式，右踢身伏虎，回身蹬脚，双峰贯耳，左蹬脚，转身蹬脚，斑斓锤，如风吃地，十字手